题 B 有三，洗刀对面磨削方法。首先，洗刀平张家的时候，平行与中心平行。然后这里的角度，关两度左右。调节对准好位置，各方位锁紧，刚好开到中心位置上，开到中心位置上，记准刻度，往后倒退，再分度，像四个刃，就是90度，零旋转，90度。磨削第二个刃，第二个刃也对着四，跟第一个刃一样，同样的刻数字上，往后倒退，再磨削下一个刃，再旋转90度。刻度也是一样。磨削第四个刃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旋转90度，然后再进刀，就完成了。